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菩萨境界有十种利益，何等为十？一、满足一切智；二、如佛所学而学；三、智者不悔；四、不退誓愿；五、安住于行；六、弃舍生死；七、目乐涅槃；八、得无常心；九、得胜三昧；十、不乏信财。七、菩萨界的每一界都是无境界，持一戒即在一切众生份上得到持戒功德，众生之数无量，持戒的功德也就无尽了。所以受持菩萨戒的功德之大，大的无法比喻。好，解释一下好了。一个人布施100亿美金给整个地球社会做善事，功德大不大？大。那一个人所不杀生戒的功德，光一条不杀生戒的功德大，还是100亿美金？对，因为不杀生是对所有众生我都不伤害。100亿美金可能你丢在美国，丢在非洲，那可能一个地区就用完了，很多地方用不到。所以戒持戒的功德大，那菩萨戒不得了了。菩萨戒不但我不杀一害众生，所有众生我都要让他离苦，饶益有情啊。我不但不伤害任何众生，我要让所有众生快乐，我要让一切众生都离苦成佛，所以就变成无尽藏戒。菩萨戒每一戒都是无尽戒，所以你光守一条戒，那就功德无量了。所以如果各位你说你去灌顶过了，你受了菩萨戒，结果还没有福报，那因为你没有真心的守戒，你不了解对待众生的心态在哪里。可能你出家了，你想要是我的道场，我这个钱，我那个土地，我那个法门，你还是有范围的，所以你功德太小，你就领受不了菩萨的功德啊。就像各位现在已经受菩萨戒了解佛法，你知道普里山洞里面有一个菩提心的菩萨，你沙弥波梅会不会跑去啊，带了一大堆钱去供养？因为我知道我能够供养菩萨，那个超过整个地球的出家人，谁不去供养呢？所以重点是如此，不要讲人了、啊、人或许不知道，天神知不知道，鬼神知不知道，通通护持你，他护持你，他超度啊，护持持戒的阿罗汉就可以升更高的天呢、啊。那何况护持一个菩萨，像各位今天所八关斋戒，诸天都会走在你后面，你脚上如果有一滴沙滴下来，他马上赶快抢过来回到天上，那有如舍利子一样。
因为一个受八关斋戒的人脚底的一颗沙，那何况你受菩萨戒呢？啊，所以你受菩萨戒，这些护法戒都在你旁边等着。所以就像那些大鲸鱼在游的时候，多少的小鱼粘在身上，甲春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吸他身上的一点东西，所以会跟了一大堆在护持你、保护你，因为你完了，你死了，他也没福报，他要保护你。所以真心的受菩萨戒，现在我强调，你如何达到一个圆满的菩提心跟菩萨戒，那你不用烦恼世间的任何福报，不用烦恼来世，不用烦恼未来，你只要烦恼众生怎么办就好了。啊，如何让众生都离苦得乐，这样去持戒。第八，若菩萨成就如是持戒，不施十法，何等十法？为不施于转轮王位，即在世位不生放逸，希望欲得无上菩提，愿得见佛；不施地势，即得是处不生放逸，希望欲得无上菩提，欲得见佛；不施梵王，即生是处不生放逸，希望欲得无上菩提，愿得见佛；尽性正真，不施闻法，如所闻法善能分别；不施摄取菩萨智慧，不施无断无碍辩才，不施集聚一切善根，不施一切诸佛声闻缘觉所赞，不施即能通达一切诸佛智慧。若菩萨成就如是持戒，不施此十法。九，菩萨成就如是戒具，诸天常礼，诸龙宗敬，夜叉常供，诸乾闼婆亦常供养，阿修罗尽士，诸王婆罗门长者居士皆尊重之，智者常去，诸佛常念，诸天世人常施事之，常悯众生。所以戒具就是所有菩萨戒具你都持得很好，断恶修善度众生你都圆满，那后面这是保证的，就算你去做上帝做转轮圣王，不但不会堕落，而且不失其位，而且你做皇帝也不会去享受皇帝的这些啊这些欲望，而且还不断的在追求菩提，希望能够见佛亲近佛。所以你用菩萨戒，你除了有世间的福报，更能够成就成佛的资粮，而且成为别人的福田，这些人也好非人也好都在护持你。第十，若菩萨如是尽持戒具，不生四处除化众生，何等事？不生边地，不生无佛国，不生邪见家，不生恶道。菩萨如是尽持戒具，不生四处。所以你好好的持戒，绝对不会堕落边地无佛地方邪见家，不生恶道，除了你故意要去教化众生的。所以菩萨为了教化众生，各位一定要赶快证入空性啊，证入绝对的空性，那你就愿意去六道度众生，叫六荡，六道释迦佛，六道观音，六道地藏，你可以事先做狗去帮助所有狗，像我们那边狗园一两千只狗，那一定要有菩萨狗在里面啊，去照顾所有的狗去帮忙，所以一个区一个区都把它分开，所以那做菩萨，那你一定要好好的持戒，不但不会堕落，还可以去教化这些边地。第十一，菩萨如是尽持戒具，不施四法，何等事？所谓不施菩提心，不施念佛，不施闻法，即闻法已，乃至无量阿僧祇劫而不忘施，是为菩萨尽持戒具，不施四法。十二，若菩萨如是尽护戒具，不执四处，不执法灭，不执刀兵劫，不执饥饿劫，不执劫烧，菩萨如是尽持戒具，不执十四。十三，菩萨成就护持戒具，离十种位，何等为十？离地狱位，离畜生位，离恶鬼位，离贫穷位，离不成长位，离诸常位，离诸声闻缘觉位，位离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鸠盘荼罗刹等位，离魁块刀杖火毒等位，
狸猪、狮子、虎豹、熊皮及多乐叉、虎狼、蟒蛇、猫鼠、百足毒蛇、蛰蜡、王贼等位。菩萨如是住境界具离十种位。十四，若常信奉于诸佛，则能持戒修学处；若常持戒修学处，则能具足诸功德，戒能开发菩提本，学是勤修功德地，于戒及学常顺行，一切如来所称美。十五，若有智慧者，能坚持境界，求人天涅槃称义而获得，名称普闻之，一切贤供养，必得人天乐，亦或解脱国。又非处者，为持戒人反堕地狱，恶鬼旁生去中，无有是处。若持戒人生天人中，思有是处。十六，善男子，菩萨于如来学处不违越故，不堕畜生去中，生其中者，即受至圣无量苦恼。十七，若人于今世常不越以法，若比求不求等施令满足，后生得妙相，狮子方颊居，具足无尽财，如海珍宝足。十八，若人厌女身，舍欲持境界，发生坚固心，转身做男子。十九，为人长寿，无有疾病，身体强壮，从持戒中来。二十，若人于今世坚固持律行，后得不动财，犹如雪山王。二十一，由持戒故得生人天。二十二，行持戒波罗蜜的利益。菩萨有十二种持戒得大利益，菩萨应行施波罗蜜。何等十二？一者，持戒能摄一切诸善根故，菩萨应行施波罗蜜；二者，持戒入菩萨道故，菩萨应行施波罗蜜；三者，持戒解脱一切烦恼福故，菩萨应行施波罗蜜；四者，持戒能过一切诸恶道故，菩萨应行施波罗蜜；五者，持戒能拔恶道苦众生故，菩萨应行施波罗蜜。六者，持戒身口意业不为诸佛如来呵故，菩萨应行施波罗蜜。七者，持戒诸佛如来常赞叹故，菩萨应行施波罗蜜。八者，持戒能入诸有不放逸故，菩萨应行施波罗蜜。九者，持戒即施众生无不畏故，菩萨应行施波罗蜜。十者，持戒成就身口意业善故，菩萨应行施波罗蜜。十一者，持戒能得于诸法中随顺自在故，菩萨应行施波罗蜜。十二者，持戒成就第一彼岸功德波罗蜜业故，菩萨应行施波罗蜜。善男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，十二种修行施波罗蜜，得大利益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二十三，大吉贤护经云，出家之人当先护持清净戒行，戒行清净，则能获得现前三昧，成就无上菩提。好，我期望各位经常这样念，念完以后，这些东西变成你的东西，变成你的心、你的法、你的思想。进一步，你如何用身口意又把这个法透过你的行为人格而表现给对方看，让对方得到利益，让对方去学你，这一定要啊！你不能说光自己看，那你要懂得如何去解释，甚至身教重于言教，还要表现出你的人格，那这个法就变成你的，这个很重要。每一个佛都希望这个法入你的心，如果你把佛的法入你的心，那你的佛性就活起来了，啊！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成佛的种子种性，但是你要浇这个大杯水，你要真心的按照佛法去实践，那你这个大杯水浇，那你就开花结果了，你也会成佛。但是千万不要读地藏经而不知道地藏菩萨在做什么，
没有表现出地藏菩萨的这种身口意。所以各位，不管你读哪一部经，念哪一个佛，那你要像今天这样，像我在讲啊，就算我自己在读，我也是慢慢读，我会用思维，这什么意思？又见到人，我就必须解释。可能我解释的不好，如果有资料，我就会去看啊，因为我的想法有限，那些祖师大的想法是无限的，我们要去参考他们如何去解释空性的。就像大宝法王把空性解释成，我很赞叹，空性是一种连结，你跟万事万物所有众生连结在叫空性，因为就像电脑、卫星、网络没有单独的存在叫空性，哦，太伟大了。十六世大宝法王说，空性的展现就慈悲，慈悲的本质就是空性，所以空性跟慈悲是里外合一的，一体的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所以虽然我们讲空，但是不离色，但是你不能说讲空而放弃色，你不能说讲了空，所以每天不去做事，不去接触众生，啊，所以你要把色受想行识转为空性的应用，如何利用你的色受想行识，乃至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去帮助众生，因为众生喜欢在眼耳鼻舌身意看到的时候，色身香味触，所以你要把我弄得很庄严，打 LED。哦，画的漫画很好，字很容易看，对不对？也很容易理解，因为你就必须配合这个。只是你不执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但是你要善用它。所以我想各位啊，修行要分这两个，这两个啊。如果忙于外在的事物，而这个在忙，忘了用佛法，失去佛法的指挥，用你的想法，那忙了老半天，你搞不好在造业啊，令人讨厌。所以每一个动作，各位来讲堂修行也好，来做义工也好，每一步路都要符合佛法。那你要练习这个。今天有十个人来这边，跟着，而且行为可能不太恰当，甚至拿书怎么样，甚至讲话很大声，这个都是你就有十次修行的机会，修菩萨道的机会，对他修忍辱，对他修慈悲，对他细心，他弄完了。把书弄乱了，我替他一个摆整齐，这是让我修行的机会。就像你拿着扫帚，目的要找垃圾扫，哪有讨厌垃圾的？啊，那众生就是不了解，那不了解你来教他，所以每一个进来的他不懂得拜佛，甚至你看他拿香跪就知道他不懂，哇，这个新同学太好了。啊，如何他成为从一个信仰者成为一个修持者，那叫靠了你的耐心引导他。你千万不要哇，来个菜鸟连拜佛也不会又出去了，这样啊，搞不好哪一天有个男生进来还冒一根烟，哇，这个最好度了，这个冒烟啊，这个还真心的同学了，这个最好度了。如果能够让他知道，一般人反而哎呦，拍谁呢？知道点香呢？不假，我哎呦，拍谁呢？你该说好听，我冒你点呢，我带你来把好点，点烟供。啊，你要跟他慢慢解释，你不能让他觉得很丢脸，因为你借由香烟度他做烟果，借由赚钱，你为什么赚钱？赚钱你要懂得拜门靠啊，哄压低啊，对不对？赚钱你懂得慈悲啊，不是一直想要去赚钱，你每天想房租怎么办，薪水怎么办，那你永远不赚钱，因为你在想的是自私的，你压力很大。真正赚钱的人已经到那个阶段，根本没有这些房租薪水的压力，他是怎么去把这个钱弄好，怎么去用钱的，他到那个心态了，自然就那个阶段。那你要告诉他心态怎么改变。哦，那一天在台北有一位菩萨，他先生生病，什么都病，得癌症，他就问我们占信师啊，他怎么逼，他病都是你逼出来的，你的心态你改了他就好了，高傲观黑，对不对？事实上是他的心态而造成他先生忧郁症，因为忧郁症而且器官就败坏，而且给他吃东西又太油太腻，又造成他高血压变成癌症，不是你造成的，谁造成的？所以各位，一切唯心造，旁边的人事物依报随着正报转，是你造成对方这样的。所以你做一个女生，你心里在偶尔想想别的男人，看看那电影偶像，你老公就搞外遇了。啊，做爸爸的对不起太太搞邪淫，那你儿子就开始那些器官出问题了，淋巴腺出问题了，肾出问题了。
这个叫业，你的业就会感召什么人生什么儿子，不是光生，你现在都还在影响对方。那你希望对方婚姻好，那你父母婚姻要好，要修忍辱，那他才会好，而不是说、啊、老北京做派、啊、你个比我个派啊，是你把它搞成这样。所以佛教里面为什么叫心地宝界，你心在一个最圆满的菩提心，佛的心，那所有的世界都因为你的菩提心改变了，这些鬼神也来恭敬你，天神也来护持你，坏人看到你也变好人，穷人也变，因为你只要守护你的菩提心，做产生的行为心态改变，世界改变了。因为所有的病，所有的痛苦，都是我们的贪嗔痴，我们讲话的模式，我们行为模式搞出来的。所以菩萨戒各位受了，受五戒了，十善业了，不敢犯十恶业了，保持身口意的菩提心，那整个世界就叫佛，是讲因的最精髓的就是这个菩提心啊，这个菩提心最圆满的菩提心就是安住在空性。但是各位记住，不要为了追求空性而忘了大悲心菩提心。我很担心这个，很多修密乘的随时在讲大圆满大手印，那很重要，但是是在强烈的大悲心菩提心的资粮跟动力之下去追求是有用，而不是说啊，我来追求这个然后我就可以那个，那你就错掉了。因为大悲心到底你就是空性，就很简单。所以那我们为越想要影响社会，越想要帮助别人，那你越要守护菩提心。所以你越守护菩提心，那很多事情就自然化解，这才叫佛法。大悲心一起，那这些贪嗔痴不见了啊，这些业障也消除了。所以我们念这个持戒的功德利益的时候，就像后面一个出家之人护持菩萨戒，这个戒跟行，戒行清净，那当下你就入定现前三昧。这个现前三昧不用你打坐了，因为你守护好你心就定啊。当下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三昧的状态，专心的插花，专心的念经，专心的度众生，因为你守护菩提心，那自然成佛。所以戒为无常菩提本，当然还是要戒定慧，但是是有这个做基础，有一楼你就到二楼，就会到三楼，就很容易的啊，你连门都进不了，那就没办法。反过来，所以我们快念完了，还是把它念完好不好？来，再两页来。24，持守小圣戒或在家戒后，如果再进一步受菩萨戒，那么积聚福德的力量就会更大，因为受了菩萨戒就是走向菩萨道。我们首先受在家戒以为基础，然后再受菩萨戒。25，受戒功德。入中论云：若人折断戒律足，纵能不施享受用，终亦堕落恶趣中。持戒经云：人若不具眼，不能见色相；人若不持戒，不能见佛法。持戒经云：人若无足，何能行路？人若无戒，何能解脱？圣般若摄颂云：人若持净戒，永离诸恶趣，亦舍八无暇，常获暇满身。戒王颂云：戒律如大地，所有动植物，一切诸功能，皆由大地生。入中论云：净戒卧田中，能生诸功德，享用众果实，相继无断食。月灯经云：速证三昧离烦恼，持守净戒利益也。父子请问经云：若能善持清净戒，一切众愿得成满。父子请问经云：持戒利益有多种，成就菩提非为难。持戒经亦云：持戒能值佛出世，持戒是最胜庄严，持戒为众乐之本，持戒得世间赞扬。26，戒香经云：佛告阿难，是有众香，唯随风能闻，不能普闻。若持佛境界，行诸善法，如是戒香遍闻十方，贤劫称赞，诸魔远离。27，四分律说持戒十种功德。一，满足志愿，能持境界，则身心清净，慧性明了，一切智行誓愿
无不满足。二，如佛所学，佛初修道时以戒为本，而得正果，能坚持戒，是亦如佛所学。三，智者不回，戒行清净，身口无过，凡有智人喜乐赞叹而不悔自。四，不退誓愿，坚持境界，求证菩提，誓愿精进，得不退转。五，安住正行，坚持境界，三业清净，而于正行安住不舍。六，弃舍生死，受持境界，则无杀盗等业，能出离生死，永脱轮回之苦。七，目乐涅槃，坚持境界，绝诸妄想，故能厌生死苦，目涅槃乐。八，得无常心，戒得圆明，心体光洁，一切烦恼业缘皆悉解脱，无常福患。九，得圣三昧，持戒清净，心不散乱，则得三昧成就，定性现前，超诸有漏。十，不乏信财，持守戒律于诸佛法，具正信心，则能出生一切功德法财不愧。二十八，四天王经云，四天神王每月以六斋日观察人善恶，以起地势，若持戒人，地势即喜，赤诸善神永护世人，随戒多少，若持一戒，令五神护之，五戒具者，令二十五神护之，世人生得安稳，死生天上。那后面是五戒、十三戒、八关斋戒功德，我们也快速念一遍。受持五戒、十善、八关斋戒的功德，五戒功德普遍法界，实非人力所能思议。一，受持五戒，破贪嗔痴烦恼。一，持不杀生戒，破嗔，杀罪由嗔起故。二，持不盗不淫戒，破贪，以邪淫之罪由贪心起故。三，持不妄语，破痴，妄语由痴心发起故。四，持不饮酒戒，消除放逸，能破诸戒故。为财色与酒是三种祸，承担丧家，君众亡国，受持五戒者，尽报人天，远证佛国。二，优婆塞戒经云，善男子，一切师中师无不畏最为第一，是故我说五大师者，即是五戒，能令众生离五不畏。三，是五种师亦可修行，自在无碍，不失财物，然得无量无边福德，离是五师不能获得须陀洹果，乃至无上菩提。四，善男子，若受戒已，当知世人为诸天人恭敬守护，得大名称。五，受十善戒经云，不杀亦不盗，不淫不妄语，远酒必花香，高床过钟时，圣人皆远离，如是等八戒尽受不得犯，汝等应受持，持此受斋功德，不堕三途，不堕阿修罗，长生人中，正见出家，得涅槃道。若生天上，恒生梵天，执佛出世，勤转法轮，得无上菩提。六，弥勒菩萨所问经论云，言五大师者，为受持五戒，此是如来所说大师，以能摄取无量众生故，成就无量众生乐故。七，大智度论云，人天为求世间福乐，故以十善布施为其道，声闻及缘觉等二圣为求涅槃，故以四念处乃至八正道等三十七菩提分法为其道，菩萨为求佛果，故以三十七菩提分法及六波罗蜜为其道，其中十善为世间道，故称有漏道，三圣法为出世间法，故总称无漏圣道。八，无上一经云，若菩萨自行十善，教他修行，见修行者欢喜赞叹，大悲无量怜悯众生，
发弘誓心，摄受正法，以此业缘得二种相：一者有玉泥沙顶骨涌起，自然成迹；二者舌广薄长，如莲花叶。九，大宝积经云：若于前世造十善业，好行会施，无有悭贪谄狂之心，父母师长所有言教，即皆信受。一世因缘，若得为人，则不受于诸恶业身，而便获得种种殊妙之身，言容端正，诸相具足，所有言因而为众人之所爱乐。是故当知由善业故，便得如是圣妙果报。十，业书云：处受戒时，以行三施，尽众生戒，故才有量不及辞也。进行不道者，以施法界有情之才；言不杀者，以施法界有情无畏。即用戒法行己化他，即命法师变众生戒，才施局狭即散之法，能开凡祸恼害之门。戒法清晨，故觉思事。好，先读到这个地方，但是我是希望各位养成文思修经典的习惯，千万不要觉得看不懂，像各位这样努力的念，很多东西你慢慢会懂啊。但是你先懂的先去做，然后等你懂了做了差不多了，你再回去看不懂了，你就看懂了。所谓懂不是说文字懂，所以而是这个法你会用才叫懂，知不知道这个道你怎么去用它。因为你去用它，那你就会产生身心的转化以及度众生的能力，所以你要去使用它。请翻到58页，那今天就不带各位念，但是我只是让各位知道，受菩萨戒除了优婆塞戒经六众28清戒，然后放网经又讲了这个10众戒以及48清戒，比如说在59页第三食肉要犯戒，15心犯戒啊，所以第五不教诲戒，别人做错你不跟他讲那也不行啊。那后面的维系呢，那你就要自己看哦。那里面还写了很多值得我们看的，所以包括为什么我们要放生，那为什么要去布施啊，这些里面很维系。当然不是光这两个，所有的大乘经典你要边修行边看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因为你看经典就是佛在加持你，你要做菩萨这个沿途都要有佛的加持，那佛的思想透过，当你看经典你就得到佛陀的思想，佛陀的心的加持。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佛教啊，甚至来建设佛教。就像很多人把佛道场盖起来，里面没有法啊，烦烦恼恼啊，花了几亿花了几亿，一点点感受不了一种智慧慈悲跟菩提心，那你那随便一栋大楼都超过你的功德了啊。但是不能从有形的去追求，那有形不是不重要，要有无形的这种动机，正确的发心，利用有形的条件那可以了。就像一个人身体很健康，那反而去造业，这个身体健康拿来拜佛帮助老人院，拿来替佛教做事，那这个身体健康才有意义嘛。所以你这个动机，所以你懂了菩提心以后，怎么用钱，怎么用感情，有了菩提心的感情便一定是大慈大悲，没有痛苦的感情，没有菩提心的感情一定是个痛苦啊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我想这个菩提心这个动机让你能够善用世间一切，只是佛很慈悲，微微细细的把告诉我们什么绝对不能做，十众戒啊，什么不能做，亲戒，当然还有更多更多更多啊。如何达到这样，如何达到，那各位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啊，千万不要说没时间，看报纸都可以看一个钟头啊，看电视又加2个钟头，完了以后洗澡睡觉啊，现在还要看上网，太浪费了。那当然不是说反对各位看电视，关心社会的角度你一定要看电视啊。昨天阿拉斯加有个大地震，哦，我们要一直回想，印尼有个6.4的地震，对不对？我都拜托别人收集这个讯息给我，我没有办法，没那么多时间，但是我一定要知道，因为我要去回想，我要去关心。你不能说这个与我无关啊，因为世界上
所有的快乐跟所有的痛苦都跟你有关系，那你要保持这个连线啊，跟众生跟世界连线，那这个连线就可以让你能够有随喜别人的功德，大悲别人的痛苦。唯有产生完全的了解，完全有关系，这才叫空性。就像你妈妈生病，你一定要关心，要了解啊，这是因为你跟他连接在一起，这叫空性。有透过这个空性去表达慈悲，所以啊，不执着的连接就是跟所有一切都产生关系，对所有一切都平等的悲心。那怎么去做？所以经典就告诉我们如何去做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发心了、啊，三藏十二部经典那么多，然后你就时时刻刻拿来看，你看完以后马上去做。然后从你的人格行为去影响别人，因为你在行菩萨道，你会影响别人，所以这每一条每一条都有它的意义。只是说在家人哦，天天很喜欢看病，天天很喜欢助念，其他都不忙，这也是个善法，不错，比较可惜而已。啊，如果你是受菩萨戒的，不能光看病人，也不能不看病人，啊，要随缘随力尽力，但是每一次都成为你的一个修行的助缘。而不是说这个去那个我不去，只有执着。你要助念也念到念不完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全世界都有人在往生了，但是你只能随缘去做，随缘影响别人。但是你自己在法，但是如果你法的力量够，菩提心的力量够，那你念一个等于念百千万个。你到医院看一个，整个医院上上下下都被你影响。所以一个发菩提心的人送《地藏经》送一部。整个台湾受影响，四面八方各100公里都得到加持，上下左右都得到加持，就像一张菩提心点一盏灯一样啊！所以为了要维持这个心态，所以我们要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但是不要为了深入经藏，我为师父有说，不能一辈子讲经不做事啊！啊，也不能一辈子做事然后不懂佛法呀、啊！你一下。上台讲经，下台做工，好的，啊，你要福慧双修啊，所以透过事来圆满你的法，要深入法来展现在事上面，那是叫福慧两足，民行合一啊。那我想各位抓到这个重点，所以我们是有根据的，按照经典戒律为根据，然后去行利益众生的事项。而且刚刚有提到，世界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众生，各位都要想办法去结结缘，下回去阿拉斯加好不好？要有钱呢，你要坐船呢，要20万台币呢，啊，所以要一趟路要包括飞机费很贵的，不然你到阿拉斯加结不了缘的，啊，所以我想各位要想尽办法，所以做个菩萨发心，但是你放心好了，进未来去一直轮回，一直轮回。帮助众生，那这一本里面还有每个月初一十五各位要诵戒啊，要忏悔啊，都写得很清楚。然后另外等一下各位我们回向完还有一本来念一下华严经十地品，那做个菩萨就要进入菩提心的修行，不退菩提心的修行，你能够不退菩提心，对空性有正知正见，那你就开始在行波罗蜜。真正的波罗蜜就是符合空性大悲心菩提心的，那叫登地菩萨，那十地菩萨就代表十波罗蜜，所以第一地登地菩萨叫布施成就，第二地菩萨持戒成就、爱语成就，那这些各位你要看这里面的意思，怎么去做，怎么持戒，因为十地品就告诉你如何去行波罗蜜的戒，那最后你才能够成佛，那所以你必须要把整部经典看完，然后看完以后还有很多祖师大德的解释啊。然后不是光解释，很多人很会解释，但他不用的。不要骂人了，那你不是在骂我？啊，那你只能就用你去解释这个名相，但是你没有在做，那讲起来就没有力量，了解吗？所以各位，你要去劝人家，你自己也真的在做，那你还能够去度人家，不然呢，说法那是没有力量，很可惜。但你不说法也不能成佛，那说法不分在家出家，各位每天都在讲话。跟家里人讲话，跟亲戚朋友讲话，所以你必须透过讲话，这里面有法，对对方有帮助。当然你这个嘴巴
守了清净的口业，又经常说法、念佛、诵经，你只要开口讲话，你好吗？对方就真好了。啊，你会觉得你讲话有那个力量，啊，所以因为你的口业的力量，所以我想，那知道如此以后，那太维系了，太好了。我们从头到脚，尽未来际的生命都规划好了，就念一下行菩萨道，走菩提路，啊，我们已经规划好了。没有什么好畏惧的，不要被障碍住，就像一个木头流到河里，不要被搁浅，你就直直流入大海，啊，那搁浅就是因为你起了贪嗔痴了。哎呦，那个小姐长得不错，那个男人也不错，那个地位不错，啊，今天这一栋楼给你，整栋楼都给你，但是会影响你一点点菩提心，请问要不要？你都讲要不要？要还不要？两个都用，笨，房子也拿过来，菩提心也不退。你不能说房子不要，那我行菩提心，那没房子哪有五方讲堂呢？对不对？以后八万斋戒通通睡楼上，一年一间套房，所以你不能舍弃。虽然我们要安住空性菩提心，但是也要有福报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只要有空性菩提心，不怕没福。但是千万不要去搞建筑而伤害到菩提心。我们现在末法很多佛教啊，就是往外发展了，没有往外进，往外发展了叫外道，他没有在心里面修行，他不知道心灵的力量超过整个100栋1亿栋大楼的力量，菩提心的力量。所以你有了菩提心，那这个世间的事业善法是配合你的，你不用烦恼，你不用烦恼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心跟善业所现出来的，不是阿弥陀佛慢慢就一砖一瓦就盖起来的。啊，那你只要一直去实践波罗蜜，波罗蜜就是告诉你这些了，空性、大悲、菩提心、善根回向众生，这是最简单的。波罗蜜意你要深深的去了解，那你只要发这个愿，它就会跑出来。啊，因为万法唯心造，只是这个心不是光心灵的力量，还有业的力量放在里面，所以叫菩萨心、菩萨行，这两个你都要去做啊。那做的叫戒，你要去做，所以那你按照你的心愿，然后就会有那个形象出来啊，等等。好，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孩子们丰富生活中的每一天，好同一脑坐在校门口，迎接着我和我的法拉利，在课堂中充满热情的孩子协助帮忙解说的课程内容，偶尔同学间幽默风趣的开玩笑说，优秀的人就是不够聪明的，但是呢，传出荒唐大笑的快乐是如此的悦耳。短短的下课时间，所有孩子主动询问：“为什么工作需要帮忙的？”孩子们放弃了自己玩乐与休息的时间，自动自发来帮忙爱水龙头，进而获得热忱的心及服务他人的特质，这是无法在书本中学习到的最美的。我想必定就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教育，活得快乐的开心旅行。孩子们也协助将我送上车，还欢欣点菜，热日回家。每一天的校园里，欢庆中都弥漫着那么幸福的欢喜，心情一变成怕的，造成的种种不便，但内心却是充满着愉快且满足的心情。每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。服务现场20多年了，我内心充满着能够把这人生机遇里转化出来的热血心得，送给亲爱的孩子。就像燃起灯炉一样，在你们走出校门后，时刻都变得点亮你们的生命礼物。谢谢你们对班上的协助，记得永远不要吝于付出，懒得付出就是成功的人。
所以修行这个叫调静，那么调静咱的心口意，然后咱要调整咱的环境，然后咱这步要调整众生，拢保持一个好的思想、理念、行为，以佛为标准，为净土、为蓝图，来净化身心、净化环境啊，净化这个世界。所以各位在厝的拢爱摆一个佛堂，因为这个佛堂呢，就代表你的修行。因为徛咧解脱道做阿罗汉，唔免佛堂，伊只要坐咧树下卡，专心关照家己的内心，卖有贪嗔痴。但是徛咧菩萨道，一定要有一个佛堂，那么来修行，啊，将来你要一个净土的世界去普度众生。所以咱厝的佛堂若无庄严清净，常常供养，后摆你嘛无法度念一遍净土庄严普度众生啊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那么大乘佛法的目的，就是一点一点去内外一切合为一体，安尼来调整，一直调整，安尼啊。像拄啊，我来看佛像，咱中央即阵佛像面有歪一边无啊？这拜佛像的人，你拜好爱看嘛？啊，你讲那你看一边，可能这边较可怜，面向这边，面还无向中啊。你这拢爱看清楚啊？那灰安怎擦，安怎拜啊？像各位都啊，你请书哦，安怎行路？练习你做皇帝，安怎行？安怎行？安怎行？安怎拜啊？那这拢是修行，啊！若未晓修行的人，人爬起来拜啊，伊坐了，人坐落去徛起来，啊！伊未晓跟人配合，未晓跟人合调，那你就无咧修行啊！那修行不能有个人主义，那爱忍辱配合别人啊！啊，爱讲别人爱听的好听的话啊，爱做别人爱咱做的代志啊！啊！就是不爱去伤害着众生，够法度配合众生啊！你唔当修行以后，拢家己一个咧修，家己甲家己拼安尼。你咧家己一个端咧山顶，家己开一间，迄叫做怪脑主，迄叫做老杂务啊！迄未晓修行，迄就规工脾气歹，甲虾米人大拢会起冤家，要共骂，要共管。那安尼呢，我哩就足歹修行，所以来了解，所以看。大家拢较老啊，各位心不好阿歹，你莫不爱饮哦，小欠债啊，那代表你不要修行，修行是你欠对方债，对方无欠你债啊，所以达摩祖师讲的来报冤行，咱今日来这个世间来修行，咱是要来害债。因为对方咱过去个台、个侮辱、个强奸、个骗、个骂、提酒、提毒、个偷，所以呢，咱咪一直信愿再来这个轮回世间。所以，跟咱去加急的人拢咧犯罪啊！啊，咱就是要去改感恩咱的老爸、囝、关咧内底，咱要去个多啊。那么这个世间呢，就是安尼啊！你加急我还好咧。今天刚来念一下法会功德，回向韩国医院、老人院、死亡者、受伤者啊，100多个人已经有啊40几个往生了，还要陆续还有很多会往生，因为他们烧了太厉害啊，啊老人阁无法度行啊，所以它里面又没有消防设备，也没想到。啊，就这样烧死很多人。那呢，这佛公啊，念一下三界如火宅。那么这个世间就是火烧处足艰苦的所在。咱的身躯一直在红烧啊，因为咱的六根啊，看到六尘啊，目睭在烧，耳孔在烧，心肝烧到要死啊，爱翁爱某，混上混上，那你的心肝足艰苦
所以这个世间，咱就一直呢，那么比这个红尘，红尘的把号为火啊，给咱烧咱的六根啊，使咱足艰苦。所以咱要赶紧脱离这个世间轮回的苦。那这是咱今日修不管在个意义啊，啊！但是其他的菩萨都啊，怎样世间苦，就不爱离开世间。什么叫做菩萨呢？一脚踏在火灾现场，一脚踏在外口。以前我爱走去，哇！内底阮阿妈，我阿囝，搁伫内底。伊虽然会使跳出来，结果伊个走腾去啊！所以菩萨的啊，一地拢是呢，一脚怎样讲，那边是净土。但是一脚阁无离开众生苦，所以安尼来修行，所以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众生苦，结果伊就徛伫中啊，规工就是伫迄个阶段。所以那安尼才好到度众生，心肝伫净土，但是身躯呢伫火烧厝的所在。所以咱的身躯伫三界六道内底，你轮回你受苦，但是咱一心念佛。因为这个苦，请问快乐和痛苦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是一个心里的感受而已啦。感受，你现在人把你巴肚抬一刀，你也万分到要死，万分到要死，你想要给他抬一刀、结果你在生孩子的时候，医生给你开几个刀，会听还是不听？都不万分，医生多谢你，很多谢你、因为什么？比去用台较疼，但是因为你的心知影讲，迄是医生要救我的囝，那我袂甲怨恨，佫甲多谢。啊，别人甲你抬呢，你顶多甲怨恨。敢那各位，倒一工啊，啉烧酒醉，啊，结果转去，哦，恁翁今日对你足好诶，真多谢，足久无爱插我。结果目睭真神，哈，别人甲我强奸，好你死啊！其实，迄是一个心的分别。跟你强奸，跟恁翁拢同一个啦，迄无分别。但是因为你心态有想法，你心态有分别啊，所以呢啊，你就产生了颠倒的心态。所以一切法，拢是咱的心有所分别，所以你才会万分欢喜安尼啊。所以做这个菩萨，伫个轮回的痛苦的所在，伊知影讲，哎呀，这个轮回是苦，啊，根本就无一个我。的轮回，那是众生的轮回啊！所以我要来引导众生脱离轮回，但是我的心在阿弥陀佛，在空性的状态啊！这个痛苦啊，跟那咧，人要替我破巴肚生囝，我阁感恩因咧。那菩萨就是这个心态啊！这个一个脚打咧空性，一个他打咧主逼，那呢叫做南无阿弥陀佛啊！那么阿弥陀佛咧？打拼的所在就在五浊恶世啊，所以五浊恶世众生拢有法度往生净土，因为五浊恶世众生拢跟阿弥陀佛同款平等的佛性，但是对方却唔知呀啊，就讲讲这个人咧会烧啊，啊你辛苦灭火器你拢未记得提出来啊，灭火器就是咱的戒定慧，只要你持戒禅定，你就马上有法度消灭，你只要一心念佛。提起正念，唔通叫环境影响去，环境是假的啊！你的心了调就好。记得各位这句话哦，今日你去用规日工个内底，你规工都想要出去，足艰苦，足艰苦，你足歹命，你可能会自杀。但是真正的快乐是伫咱的内心内底完成的，咱的内心内底念佛、念法、念经、念众生苦。那咱的身躯虽然关咧监狱。那你的地上受苦，你的心肝足快乐的，因为呢，在感觉内底才有法度。